Hello， 我是阿迪。Hello， 我是弟妹。今天这次呢是比较特别的一支影片，是稍微比较短的一支影片。主要想跟大家分享，我们有 LINE 官方账号了。刚刚那个同步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默契，有默契。大家都知道，除了 YouTube 之外，我们还有脸书粉专，还有我们各自的 IG。大家主要追踪这些账号是想要得到最新的消息，没错。那我们发现 LINE 官方账号在这方面是很适合的。其实这个账号我们已经开放一阵子了，只是还没有正式的跟大家讲。所以今天呢，想说来一个小小的 demo。所以只要在搜寻页输入阿迪英文，就可以找到我们这里官方账号，然后在这边就可以追踪。那我们在这个账号里面会推播每个礼拜一四晚上九点的新影片，让你们不再漏接。那除了影片通知之外，也会有像这样子的活动资讯，让你们能够第一手得到活动的通知。有兴趣的小弟可以现在就拿起手机加入我们的 LINE 官方账号，让我们每个礼拜都可以见面哦。那在这边也先预告一下，我们下个礼拜四五月十号将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企划。庞大的。那这个企划呢会提早上片，所以如果你有追踪我们 LINE 的官方账号的话，就可以马上收到通知。其实今天的影片会这么简短，有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在准备下礼拜的大企划，大家真的可以好好期待一下。对，这个绝对不是借口。我想要养一只狗，单鸭。好了，反正大家可以去追踪我们的 LINE 官方账号，然后敬请期待下礼拜四的企划。我是阿迪，我是弟妹 ，See ya。